看这个自行车能够等于你有钱天用于你一定再有个自行车二三四次哦，还没有，不对，我是刚换的车长，来2014年5月29号新马站哦，16:39手把就是用那个还有个这样的新马站通过啊，如果喜欢给妈妈赞多多点我们的以及共享片感恩支持就那，拜拜。如果喜欢呢给妈妈赞多多点我们的以及共享片，新马站已经通过了，在新马有一列泰国已经通过，如果喜欢给妈妈赞多多点我们的就共享，只可惜新马在明天结束，你也知道叫做半退市，对啊，半退市结束，营业客运列车站啊，也要移往新址，对吧？以后就没有死亡弯道的车站，对吧？好，刚才记得见喽，拜拜。